天，趁今夜月光明，欢欢喜喜有缘作对，人生上水的代志，爱情的恰恰，迷人的歌声，音乐响四边，舞步那愈大，心情愈快活，艰苦的掌声，有你来作伴，阮的心就定。有爱甲大声，今夜咱相伴，心头放孤单，该甲担。无爱相片，莫当我唱歌。摇落去，摇落去，趁今夜醉几暝，阮免来悲伤心。伊写哈拉桑，摕支光将美玉抢夺回来，也毋过代价是几倍的黄帝国。原来水鬼窟的鬼宝是顾老爷细姨黄丽芳。二十年前，细姨要对高夫人下毒手，后来哪会变做正人惊的鬼宝呢？古界秘密毋是干那水鬼窟尔，连少爷正义猫不为人所知的镜头，一个拄到雷公死呐，都会失去控制，要伤人呢。啊，这个时阵，美玉躲在秘府，伊敢会变做正义手下的亡魂呢？雨落这大，阿爸袂放心，才出来找你啊！阿爸，咱若是甲放的唔管，伊倒伫咧遮会破病呢。咱是甲拖转去好无？啥？甲拖转去？我着上摆甲古教交叉嘛，啊！今摆要搁救迄个歹查某的后生，我唔去。阿爸，你做好代志，都莫想遐济啦。你着当作伊毋是高小雅就好啊。哦。查某囝，无啊！你即摆是观音妈来出世的是无？普度众生啊！那大日时，美国因老爸熬未过美国坚持，只好暂时按捺伊的怨气，将正义的爱等去厝内底照顾。正义牙关的镜头，敢未阁发作呢？美国因老爸敢未有危险？另外一边边，志刚为了金啊，甲贵宝交易，贵宝会向志刚开出什么款条件呢？这就是你厉害的所在，咱即马着往遮出去，去外口找人哦，做见证，看这金仔是毋是真的。好啊，啊，不过阿伯，你讲我是往遮厉害，敢那是会款啊？啊，不过这所在也无出口啊，咱是要出去？你嘛唔知影，你是安怎入来的？人咧，你哪落去啊？你哪无带我出去？啊！我白一人伫遮，我白搁踮伫遮，我要出去，我要出去，志刚，志刚，我要出去。水伯哀叫声凄凉，搁悲惨。到底伊是发生过什么代志呢？一只光叫金帝国被淹一个穿了后，甲顶摆同款啊，又搁现身伫海面上啊！爸呀，叫我生了顺顺顺，这边哦，回来嘛是伫海中。啊，有准备哦，就咱大家收东西啊。突然间，有一个神秘力量将只光啊拖顶落去。原来是贵宝的金啊！那是安怎金啊要夺志刚的命呢？救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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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只讲命不改转，搁在得了水仙尊龙来相救。虽然讲命带水劫，也毋过也是解开水鬼仔去穿梭的关键。水仙尊龙会安怎个指点呢？哦，少年的啊，你真正做好的呢，搁拄到我啦，这是我第二次救你啊呢。啊，阿伯，又搁是你啊！啊，多谢你搁救我一遍。啊，我原本就是讲哦，这边有准备啊，袂饮食。金妈，我金妈。啊，好刚才，这边无碰见。这是鬼婆身上的血水所化成的金仔，钱光若是摕去，恐惊会有性命的危险。少年的啊，阿伯吼、哦，苦劝你几句话啦。这金仔的来历吼、哦、有问题，恐惊是你的买命钱啊。这金仔、哦、会害你拄到一届搁一届有危险的水劫，我看、啊。你也是该单调较好啊。哎，少爷，你看，你那个是几更个？几更？过来！大人，这边哦，我搁载金妈回来啊，你看。还有啊，钱光，你真好大胆嘛，还敢骗我？钱光，你是安那？讲有金嘛？金嘛在倒啊？这金嘛，你讲看无？怎安尼啦？阿伯，是安怎？这金仔你看会着？啊，不过因看袂着啊。金仔唔是啥物好物啦，少年的，你不应该摕这个买命钱的。啊，不过阿伯，这金仔是我要替我心爱的查某囡仔赎身。确实讲我无替伊行这笔账，我看哦，伊是阮死无活的。既然伊就死啊，我嘛无想要活，所以讲起来，这金仔我是一定要用着啊。好啦，你若真正想要这个买命钱，我就跟你斗相共。来，金仔我。啊！这金仔恁还拢无看啊？你是咧胡不乱讲啥个哈？本来就无金啊！你当作我是阿他妈讲过你讲？哎，大人啊，你莫生气啦！你看，哇、哦，是古诶！哎，拄只都明明无看，你真侪金啊！这敢就是水鬼仔窟内底摕出来金啊？这看起来无啥物特别诶，我看。一定要得到那支金地果，若无像这种金仔献给天皇，实是想过更少。阿伯，你是有够厉害呢！即摆哦，大家拢看有啊。啊，既然即摆大家哦拢看会着金仔，啊，拄则我讲的迄水劫，都可能变作死劫，你哦都要较注意的啊。小奶奶啊，阿伯搁要来抓鱼啊啦吼！阿伯，多谢你哦。大人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讲的水果仔库的宝物啦，我无骗你哦。钱光，这个金仔我先替你收起来，我需要早回去好好研究一下。啊？这……你放心啦，只要你替我找到那支金地果，这个金仔我赶快来还你。哼，敢有遐尔好看的代志？讲一句话就想要把我的金仔摕去，那呢，我手的这块绝对不爱给你。行，
等下派出所。伊是哈拉桑对水鬼啊窟的传说是愈来愈兴趣，那真更嘛无过一切，甲鬼婆来拍鸡用。高家顶峰二十年秘密，随便一行啊一行来解开啊。阿爸，高少爷到今麦都还袂精神，我看你走一撮去高家，甲因通知好无？哎，遐袂精神，甲我啥物关系啦？吼！迄个事，我顶世人吼，牵牛去打破因黄金翁啊！这世人我爱恨因啦。好啦，我来高家走一撮。昨下高少爷真正足恐怖的，敢毋是我讲话要嫁予伊？若是真正去予人拍着伤，我的头那正疼，奇怪，这会倒，我哪会伫遮？碧瑶小姐，是你？高少爷，昨昏你昏倒伫阮家附近，是阮阿爸把你带回来。我昏倒。碧瑶小姐，多谢恁救我。有人伫个无？内底有人无？高少爷，是的，我先出去看卖。好。大林你好，请问有啥物代志？真讲哦，拜托我来甲你讲，讲伊已经回来啊，要让你较放心一点。多谢大林通知，多谢大林。就好诶，真讲无代志，多谢天公伯伯庇。看起来，伊真正真介意真讲，好佳哉，迄个时阵无强逼伊嫁我。高少爷，你是不是搁咧无爽快？敢搁爱倒一个？唔免啦，我家这就伤侪麻烦啦，我还是等下阮家好啊。我先来去。高少爷，我拄好要去派出所，甲恁家共路，无咱做伙行。好啊。我唱金马要送美玉，美玉若是看到，一定足欢喜。我要抬死你，我要抬死你！来哦，人客啊，来买上鲜的鱼啊，上鲜的鱼啊！美玉上爱食鱼啊，我看我着买一尾鱼啊，炸过好好。我家记了，哎哎哎，好啊好啊。倒一尾鱼啊，上鲜啊！看袂出呢，紧上肥的好啊！迄尾上肥呢？我袂抬死你！人家你是安怎？我嘛唔知啊！有人救我，阿妈滚！救我！救我！老家你是安怎？紧来啊！有人跋在水塘，紧来上山啦！紧来啦！来上山啦！紧来啦！哎呀，伊阿伯讲我摕着金仔就有死劲，感觉就是这。是发生什么代志？美玉啊，你紧看啦，志刚要有歹命抓去啊！什么？志刚，志刚，你是创啥？紧起来！志刚。这个气味哪会这么熟悉啊？
就是伊啊，只有伊才有资格做我的主人。奇怪，我的枪啊，啾啾。你怎么了？阿咪咪啊，是你啊，多谢你救我。我为着要伊啊，让你好差一下饮食啊。志哥，我看你应该是去冲掉啊，无咱来去庙里拜拜。我嘛是安尼想，好。那像一个人，真心伫咧关心我，就参像必要对志刚同款，啊，唔知有偌好。哎，哎，志刚，你哪一只啦？这，小雅，敢知哦？你平安无代志啊？紧甲阿母转来去。啊，行，阿母，等下。阿伯甲碧儿小姐搞救，我袂甲伊说多谢呢。阿伯，碧儿小姐，多谢恁救我。啊，不过我即摆人无啥爽快，连讲我才去恁家拜访。阿伯说多谢，用嘴讲讲的。上好吼，我缴税吼，拄拄的，搁摕钱花开啦。哎，一条人命呢，安尼无血无目屎，有够冻酸的啦。阿爸，高少爷，你唔免客气啦。拄只好佳哉，有你救钱卷，讲起来，我嘛要甲你说多谢才对。啊，高少爷，多谢你。若不是美儿小姐你把我救，我哪有机会救钱卷的？这也无啥。美儿小姐，我先走。行。行。是啊。哎，你这造型阁袂歹，啊哪当家呢？啊？啊着，鱼仔咧耍水破着我了。几岁啊，阁爱耍水？志刚呀，啊你去庙嘛拜拜啊，啊嘛收惊，即马无代志啊，来，一只吼祝福你吼，逢凶化吉，平安无代志，打。多谢阿伯。嗯。志刚呀，啊你迄水龟仔窟已经去两抓，敢有找到你讲的金啊？敢讲你这戆得，把所有的金仔拢有咧借万大银，家己拢无安尼留一点点啊去啦，啊？哎呦，我好丢人吧？你哪安尼讲啦？我敢是迄种人，参着金仔这种物件哦，我哪有可能暗藏一丝丝啊？我摕有遐尼济。哎，我的好囝婿，知影我的站扎来，给给给。我的妈嘞！我的金仔嘞！敢是放假啦？我的金仔，啊，敢是放假呢？我真正无生命啦！阿哥，昨暝我到底是安怎？哪甲你走出去，然后拄着美儿小姐，我煞一点仔记忆拢无。少爷，我想哦，可能是即阵啊，夫人一直希望讲你会当赶紧成亲，你压力伤大哦，才有即个情形啦。还是讲不要紧啦，你着规个人哦放好轻松，好好睏一醒啊。我相信哦，就没有即个状况啊。你讲真对呢，好，我会听你的话，好好睏一下，你别紧休困。原来正义伊唔知讲，家己若拄到雷公死呐，就会失去控制，甚至出手伤人。是安怎阁有人挑工要对伊冤枉呢？这个时阵，鬼婆金仔顶摇摇说啊，正义的身躯顶地界金仔到底是会出什么代志呢？卖阁困啊，卖阁困啊，
我带你去一个好所在，呀，这是你应该去的所在。每下是抓水鬼也塌暗坑了，正要叫金马甲牵咧行，龟婆敢要对家己后生出手呢？国家大宝说的温暖，又阁是安怎演变做水鬼啊开的恐怖传说呢？明仔载同一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戏说台湾》，最先尊龙躲龟婆。传说民间信仰当中的最先尊龙，都是三王的武帝。因为地水有功，被封为神，土的人嘛将会当作守护神。听讲摩达口水神父都注意落水八拜，拢叫水神尊龙救起来，神奇事迹。伫我细汉的时阵吼，加四五个囡仔吼，啊去阮遐海边嘛，阮乡村海边嘛，啊去遐捡一尾草鱼啊，去互大人甲阮堆吼，啊阮做囡仔惊啊，阮就走啊，我就跋落溪啊，因当然唔敢落去救啊，就目睭金金吼，看我跋落溪啊去，跑了四五分钟、五六分钟遐，我就浮起来啊，浮起来，囡仔讲吼，嚯，某人你有够好运的呢，啊你是安奈当坐伫个许尾死个顶悬安尼啦？注意，资本都不要受罪。现在无小心跋落水底，拄到死劫拢平安无事，感觉冥冥之中有人帮助伊。后来伫一个机缘之下，才见水仙父来感染水仙尊龙。